我每天都去问他什么时候他就给我，结果他的回答永远都是明天。虽然我不认为我们的友情就得被区区一杯奶茶中断，但是我真的非常想喝那杯奶茶呀。现在我今天就可以还给你了，谢谢。 Hello， 子策，问一下这位容易健忘的同学，你为什么答应要给他一杯奶茶？忘了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呀。当时为什么？我用一包奥利奥换他一杯奶茶，结果就后来发生的事情。结果奥利奥吃了，奶茶也没了，对吧？一袋奥利奥换这个牛奶，你亏了啊！我只给他了一片。你只给他一片了？一片换一杯牛奶。如果你当年是拿一片换的，我啥也不说，你赶紧下去把它喝干，要不然再等几秒一定有了。没这店了。加油。紫梅的吸管阿姨。一起喝。哎，你先喝。友谊我觉得应该是不能断开的，某些东西它可以再争回来，可友谊就不能再争回来了。不过我也希望你锻炼一下记性。我记性比你好，才怪，不可能。